是的，新主耶稣改变了我，这全靠基督十架得胜的大能。神爱世上每一个人，甘愿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被埋葬了，但第三天他冲破死亡复活了，并且将他荣耀复活的生命白白赐给了我们这些相信的人。他使我们罪恶捆绑得释放，生命奇妙大改变。哦，荣耀的十字架已活化在我的眼前，荣耀的十字架带我出死入生，从此我与主同活到永远。合唱《荣耀的十字架》。